了一辈子，我已经忘了很多事情，但是这段经历我还记得很清楚。在这场战争中，无数的年轻人义无反顾，血洒疆场，天南海北的陌路人成了生死兄弟，我们并肩战斗，同生共死，即使是敌人铺天盖地的炮火也不能把我们摧垮。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目的，保家卫国。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其他的兄弟则把他们年轻的生命留在了我们战斗过的土地。我不会忘记你们，祖国和人民也不会忘记你们。今天这太平盛世，如你们所愿。搭载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迎接离开祖国60多年的烈士英灵回家。11:30，迎接仪式在桃仙国际机场举行。12:00，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上灵车，赴抗美援朝烈士陵园。437位烈士遗骸将被临时安放在烈士陵园。兄弟们，欢迎回来。1952年8月2日，敌人向狙击岭地区发起的进攻依然非常猛烈，我们的部队伤亡很大，但是依然坚守着阵地。作为团里一名文化干事的我，也被派往八连的阵地参加战斗。同志，同志，来，抽根。哎呀，行，那我也不抽了。咱都自我介绍一下吧。行，那我先来，我叫老皮。我叫金川，东北人。那咱俩老乡啊。哎，第一次上战场吧？没事啊，别怕，以后哥罩着你。哎，好的，哥。眼镜，你叫啥？马曾山。我知道你，我早就听说了，有个文化干事被当作普通士兵派到我们八连了，就你吧？是。哎，同志，你怎么称呼啊？我叫孙承欢。你好。哎，这枪倒是把好枪，就不知道上没上过战场，立没立过功。立功，就是我来这儿的目的。哼！哎呀，吹吧！
住啊，忍住！忍住！千万要忍住！忍住！增阳了。连长，总长的驾驶到了。其他再来。报告，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飞机，就剩我们四个了。看到没得？我们九十个人上战场，就剩了四十个人，整天光要预备队，预备队，这倒好，两个排就活下四个。还来了个小书生。不够，我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以为你是坦克还是飞机啊？我是狙击手。你看，还狙击手。好了好了，老黄。连长，敌的轰炸停了。同志们，敌人的炮火停了，就是敌人要上来了。一会儿上战场，给我狠狠地打。是。快快快，一排长，快快快，他们交给你了。是。干什么？都是干什么？给我走，快。一会儿你跟着我。给你就愁啊！
1952年8月4日，来到前线的第一天，我们打退了敌人一次猛烈的进攻，守住了阵地。跟我一起来到前线的狙击手孙承欢，在战斗中消灭了很多敌人，还在危险时候救了我。有这样的战友，我十分高兴。孙承欢同志，你干什么呢？我在计数。我每消灭一个敌人，都会放一粒豆子进去。等我走的时候，我要把它填满。嗯。今天谢谢你啊。啊，对了，这是我老家产的白山红茶，你就……我是为了消灭敌人。孙承欢同志。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不怕死吗？怕死怎么当英雄？别动了，都使点劲儿啊！快点！哎呀，这小体格子，这不行了呀！啊，花儿，这欠练呢。那你老皮叔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已经干成了手枪队队长了，拿的不是这个，那是毛瑟二十响。这么厉害呢？来，你不来，坐坐下。你老皮叔就是结婚结嫂，要不然那十里八乡的媒婆不得把我家门槛子踢烂了？是吗？那，老皮。吹什么呢？那他妈再吹牛，老子让你打一星期的水。哎，不是，你抽就抽，怎么还揣起来了？你是不是不信，排长？我不用想当年，那我现在也是一表人才啊！要不是我媳妇也看不上我，是不是？老皮叔，我信。你信你笑啥？哎，花儿，啊，你是不是想立功？想。是不是想进步？是，那就得从基层做起，明白啥意思不？行，老皮叔，以后的水我包了。排长，啊，去，一边去，干活去。哎，马苍山和孙承欢去哪儿了？连长一早派他们打埋伏去了。打埋。
还要放？珠子，珠子，这孙春花一来，你这冷枪王的称号是不是该让了？放屁！老子打抢来的时候，那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哎呀！排长，排长，报告排长，今日毙敌四人，这两位同志是个见证。那娘的，好，去吧。这么厉害啊？多少了？迟早超过你。排长，啊，哎，不是，你给我留一格，你给我留一格，干啥去？1952年8月10日，今天是我们转移进坑道的第三天，我们的水已经基本耗尽了。营长命令我们今晚重新夺回1号阵地，这会不会是我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接到上级命令。今晚突袭1号阵地，那美国鬼子天天在头上用飞机大炮伺候我们，我们要是不还回去，他们还向我们消息。所以今天啊，你们一派到1号阵地好奇他们何以服，有没有信心保证完成任务？注意隐蔽，网子一破就发信号。是，出发。躲起来，身子疼拳跺脚拳跺脚，记住了吗？知道了。
说吧，打到你上手。老板，龟子狙击手也在这儿。老皮叔，我还没娶媳妇呢，我不会死在这儿吧？你老皮叔虽然娶了媳妇，还没入洞房呢，不跟你一样。失血过多，不行了。你在说什么？啊！这么一个大活人，你说没就没了。东哥，你说什么意思？你算什么意思？同志，你们冷静点。我的子，起来呀，桌子！连长，连长来了。这个什么意思？连长，连长，
进来了，你们躲开！组织冒太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但不是在这儿闹的理由，其他受伤怎样还讲究不讲究？都给我散了！一排长，现在排长，走！我命令你带着他们，马上都给我出去！是。东西，啊！孙正欢，孙正欢，你看，看啊！你现在可是大英雄了，我写的宣传报道在全军都宣传了。指导员，指导员，连长，好好，孙东华，连长，到。这个马干事的报道啊，上级首长都看了，希望派你去咱们兄弟部队做报告。孙正欢，跟我走。我不去。啥子？你有啥子？孙正欢，你不要以为打死了几个鬼子就不晓得自己姓啥子，军长面子不够大。连长，我想留在阵地上。好，你只要打死五十个鬼子，我给你升起二等功。是。Hey, Charlie. Lucas, tell me we're ready. Yeah. Okay. I'll come right back. Yeah. Hey, Michael.This bacon looking good. Yeah. You want some? Yeah. What kind of bloody wear this is? Yes, sir.You call me here because of a Chinese soldier? Yeah, he'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He's a sniper that can shoot us in the night. Hey, lady, I'm here! Your ear? Yeah. Don't tell me he has a night vision. It's impossible. He's just that good. And I wonder why you're still alive. Father! Damn it, James! Don't call me father in the army. Yes, sir!1952年8月21日，可恶的敌人封锁了所有的水源，每次打水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的意志是不会被敌人摧垮的。
了，快点走。好。有埋伏。知道。怎么办呀？Waste my time. 把水带回去。快！This one looks like a kid.It's my time. Always.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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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的，我俩是一家人，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是不是？帅，指导员，这是行行行行，指导员，哎，就跟咱，我们一块数的，哎，是不是都数了？对，马上50个了，还差15个，二等功到手了。对对对，奖品准备好了没有？啊，有没有奖品呢？说话呀，金川同志，光荣了，啊。别闹，石老员，什么时候事啊？就在昨晚打水的路上。老皮，排长啊，我那天开玩笑呢，跟他。老皮，你要冷静。我怎么冷静？3辆车，就活了我们4个。老皮，指导员，老皮，走。指导员，
It's Bismay. Why do people still care about this retired old man? It's a bullshit. To do his duty, as God gave him the light to see the duty. I came to say goodbye, sir. Don't be afraid of your enemies. Kill them. Yes, sir. Wait. Be careful, my son. I will.你说，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前两天大川还跟我叨叨呢，老皮叔啊，没事的时候多教教我。我也想多杀鬼子，多立功，我争取早点入党。等把鬼子赶回家以后，回去娶个漂亮媳妇儿，然后再生个大胖小子，就这么简单。你说他们怎么这么难呢？每一位牺牲的战士，国家都不会忘记，包括我们。你是不是咒我呢？这都过去一整晚了，也没个人影。孙正焕，孙正焕，我跟着老美是不是不会来了？要不咱们撤吧。兄弟们，打完胜仗再回去喝点啊！啊！孙正焕，你行不行啊？能不能喝啊？行。咱们要是能活下来，好好的喝点儿。老梅，爷爷在这儿呢。不吃了，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来呀！这儿呢，我在这儿，来呀！往这儿看，来呀！过来呀！开枪呀！过来呀！往这儿来！开枪！开枪！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忽然间，天地间闪出几个人影儿，哎，转眼之间就不见。他们忽隐忽现似闪电，灵活敏捷不一般。志愿军装身上穿，短枪匕首别腰间，一个个身强力壮有精神，是跋山涉水跑得欢。这正是志愿军悄悄入敌穴，机智勇敢的英雄连，狙击手孙承欢，一枪一个躲不开，枪法如神，有经验，是20多岁入党员。他们组成了一个尖刀连，勇猛奇袭美兵团。好，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来你们组的，我给你来一个，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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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给你们来一个，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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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都过来，来来，过来，你坐好了。你怎么自个在这闷着呢？你现在可是出了名的英雄人物，老总都知道了，全军上下都在号召向你学习。还差了一个。什么差了一个？我们打死那个狙击手和杀死金川的不是同一个人。你怎么知道的？我能感觉到他，他很厉害，不仅是他的枪法，还有他的直觉。他开枪毫不犹豫。师长奖励我鞋，因为我杀敌人，真没见过这样，奖励给我的。哎呦，真的呢？没事，我信你，这说明啊，你让他们睡不着觉了，他们害怕你，所以才找来这样的人。但是你一定能战胜他们。这么好，你给我看看啊！别动手！倒什么手啊，那这个就不好了。弟妹，这明明是叫孙承欢的，你的。对，这什么孙承欢呢？孙承欢他是杀了一个敌人，但我也杀了，这是师长奖励给我的。感恩给他。师长，是不是师长啊？你给我作证。这个我作证啊，都要向老皮同志学习。今天气氛这么好啊，把连长叫来，叫马干事给咱们合个影。大家都把自己靠近身点吧，再收拾一下啊，都整理整理。收拾，扣子还没系呢。你给我弄弄，大家都瞧吧，都瞧去，别乱动。来，大家看我这儿啊。好嘞，好来，看我这儿啊，来，准备，一、二、三，向。There's a marksman in the Chinese force. They killed a lot of our soldiers. Sorry, James.谢谢马干事。不用。马干事，哎，干啥了？陈指导，你想写给谁啊？写给俺媳妇儿。好，行吧。要写什么？好，媳妇儿，你让俺给乐取个名字。俺一直没想好叫什么。大柱子写少了，是为了救俺。咱们就给他取名叫王撵柱，咱要一辈子记着，俺王德志的命是他救的，他是咱们全家的恩人。大柱子牺牲前还跟俺说，家里粮食收了，他粮仓里放不下，做梦都是在白面馒头上打滚。这刚过了几条好日子，敌人就挡到家门口了，必须消灭他们。
回头多天都去他们家干活，等俺打扮敌人俺就回去。马干事，就这些吧。排长，行了。哎，谢指导员。我说同志们啊，我们只要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把敌人打回老家去。对，把他赶回老家去。对对，打回老家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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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皮，啊，咋了？你那儿还有多余的吗？就是是，啥多余的呀？我以为你要给我呢，我都空了都。啊，没事。孙中华，大皮鞋亮不亮？啊？你到底有没有？亮不亮？你要没有，我找别人要去。哎，不知道呢。你把眼睛闭上，照去。哎，你都给我，你给我留一个，我也没吃呢。哎，我都还你，谢老皮啊，谢谢啊。同志，同志，珊珊同志的耳朵在前线被炮弹震坏了，本来可以回国医治，但是说什么也要留下来，还救了好多战士呢。珊珊，珊珊，哎，那边有人找你。哦。同志，你找我啊？哎，我认得你，你是那个大英雄孙承欢。听说你消灭了很多敌人，49个。我听不清，被炮炸的。我说我一共消灭了49个敌人。真厉害，还差一个，你就能立二等功了，加油。给我的。王姐，哎，拿着。哎，谢谢。来，同志。谢谢啊。哥哥，来来，巧克力。来，帅哥。同志，给你打开，我给你来。来来来，来，来，巧克力，谢谢。来，同志，啊，谢谢，谢谢啊，同志，哎，给，哎，谢谢啊，看着吧，兄弟，啊，哎，老香了，哎，尝我尝尝，1952年8月26日。我们依然坚守在这里，再消灭一个敌人，孙承欢就能拿到二等功了。但是这段时间，敌人却反常的安静。我看得出来，孙承欢和他手中的枪，早已不耐烦了。马二，你找认真点，别在这儿呼了。你好好翻翻他兜，真的。我说咱们回去吧，大晚上的摸尸体太不吉利了。你说你
你在后面写写字儿，照照相，多好，跟我们受受罪。你看不起谁呢？啊？哎，我说你干嘛非得大晚上出来啊？磨磨唧唧，磨磨唧唧，跟个娘们似的。我实话告诉你啊，如果再不找点补给的话，我可坚持不了多久了。孙正欢，孙正欢，哎，孙正欢，哎，你是不是喜欢那个珊珊同志啊？啊？别瞎说，没有的事。我什么时候瞎说了？你骗我罐头，骗我巧克力，你都拿哪儿去了？啊？孙正欢，咱们部队有纪律，就算是英雄，那也不行。知道吗，马大山，你说是不是？我可不知道。孙正欢，小子还是很有用的。刚才谁看不起人的？行行行，你最厉害，我过来找你啊。等一下，孙正欢，别管他了，走吧。不行，这是第五十个。这样，你们先走，我随后就到。不行，一起出来，咱得一起回去，这是纪律。就是啊，现在不是时候了。没有，没人给你抢二等功。这样，一枪毙命，二等功，算我大家的。啊，行行行行，那你快点。你刚才说好的，找二等功，我们大家一起的，一定的。老皮，老皮，别动，用狙击手。老皮，你怎么样？老皮，孙正焕，怎么办？孙正焕。我找不到他的位置。老皮 ，Come on, kid. Don't you want to come out and save your comer? 冷静，他就是想接我们出去，出去就是死。别说了，别说了，我不行了。我不能连累你们，老皮，你们听好了，我这有封替金卓尔写的信，一定要帮我寄给他爹。金卓尔想。不能让他爹知道他没了，他爹会伤心的。这鞋真他娘的舒服，还没穿热乎。
美国佬也在这儿呢。老爷，Why this happened this time? Sun Zhihuan! Sun Zhihuan! 你醒醒！ Sun Zhihuan!大夫！医生！大夫！医生！大夫，让让，大夫，快点，医生，来，快，轻点啊，慢点，来，这样紧吗？孙志欢，醒醒，你要挺住，知道吗？大夫，好，大夫，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啊！孙志欢，他是英雄啊！怎么样，医生？英雄，孙志欢，你醒醒！是我害了老皮。孙志欢。孙成欢，来，快起来！大夫，他醒了。来了。你真是太幸运了，就受了点小伤。马苍山和老皮呢？哎，都好着呢，你就放心吧。来，喝口水吧。这太多了。还是分给别的战士们吧。没事儿，我们这水多着呢，快喝吧。快喝吧，喝吧。来。指导员，孙志欢醒了，来，过来一点。指导员，你躺着别动啊，躺着。疼吗？可算是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你别动啊，我跟你商量。昨天晚上鬼子轰炸，我们又牺牲很多人。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连长让我问你，什么时候能参加战斗啊？这儿呢。放心，大伙等着你吧。孙志欢，你都好些没有？我这个给你。哎，我来帮你。马上就好了。同志们，我们在这里一次又一次的送别战友，也许我们也不能活着回到祖国，回到家人身边，因为我们是战士，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因为敌人的炮火都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在这里钻防空洞，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在祖国不用钻防空洞。我们在这里一把炒面一把血，就是为了我们的亲人能在家乡吃上一口热面条热饺子。我们不想打仗，但是我们也绝不能让敌人欺负到我们头上。各位战友，30年后，50年后，我坚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无比强大，为了那一天，就算是把命留在这儿，我们也绝对不会后退半步。
不后退，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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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后退。给你，同志，拿好了，你先拿着，待会儿给你换啊。姐吗？是你啊。是你画的吗？写下来给我。包拯，人贼斩地贼！连长，请下命令吧。同志们，我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是我老黄一生的福分。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们必须坚守阵地。人在阵地在，人在阵地在，人在阵地在。Son of the gun, you wanna go die? Come on.
张壮，张壮，我是李壮，听到指挥的。张壮，张壮，我是李壮。别喊了，打坏了，就剩电话机了。我去领钱。你回去先吧，我去。你喷子，把电话机给我拉过来。娘！指导员，电话线，开！走，我在这儿。保护好连长。是。What are you doing, son of a gun?Son of the gun, you will see.人一定要混下去。
你快走！Snagging. Damn it. Must be Garland M1.
放心，放心，放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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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要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了，我最亲爱的战友们，我还是没能等到你们和我一同回家。对，但是我会记住你们的名字，还有几年啊，记住和你们一起战斗的岁月。两年了吧，我会带着你们的期盼回到故乡，去建设一个强大的祖国。我会告诉子孙后代，你们脚下的土地是我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守卫的，我会承载着你们的生命好好活下去。我先走了啊，我亲爱的战友们。没办法，按照规定你早点回来。那你记得给我写信。放心吧，写长一点。没问题。珊珊，珊珊，你怎么来了？孙承欢呢？再见，再见。麻烦你一定要把这个给他。谢谢你，英雄。连长闭眼了。哎，我说什么来着，当年的我是不是大高个，要样有样，气质好呢。去你的吧。马干事，好久不见。行吧，当年我们要是有那些装备，早把玫瑰鬼子赶下海了。连长，当年就算没有这些家伙事，俺们照样给他打跑了，是不是出了？那当然了。你们都回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们啊。我们都回来了，就是好可惜啊，不能亲眼看见祖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我听说这怎么的，现在都不记得吃罐头了啊。小马，这皮鞋什么时候弄的啊？这皮鞋还穿上了呢。哎，我还听说现在没人敢欺负咱们了。那算啊。你们知道今天这一切都是你们的牺牲换来的。马干事，我们还是要感谢你啊。是啊，谢谢小马。谢谢，谢谢。小拉，谢谢你，苍山哥。马苍山，我们该走了。
都忘了那么多事情了，为什么不忘记这件事呢？因为我还活着。不好，妈呀！陈队，这周队，嫌疑人钱富强，46岁，是一家医药公司的副总经理，目前车上有5名人质，包括一名孕妇。有没有前科？没有。下午2:13，110接到一名女伤员报警，说被钱无强捅伤。随后，钱无强跑到客运站准备潜逃，被我们接听在这儿。拒绝跟谈判专家对话。陈局，我得马上上车。志哥，让狙击手做准备，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明白。周队准备上车，各单位注意，做好强突准备。狙击手到位了吗？狙击手已就位，随机应变，必要时可以开枪，一定要保证周队和人质的安全。是。救我！闭嘴！救我！闭嘴！闭嘴！兄弟，你别激动，我身上没带枪。兄弟，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但是你也得保证他们安全。随你马上，我要是走不了，谁都别想走。行，那我来换你手里的人。你算个屁！我是刑警队副队长周龙海，有我在这儿，他们谁都不会动你。哎，你别过来！好，你叫警察进车。行，兄弟，但是你得先把他给放了，好不好？放屁！你先让我走。兄弟，你也有老婆孩子吧？咱大老爷们儿，别拿跟女人说事儿，行不行？要不这样，我转过身去，我背对着你慢慢过去，好不好？你千万别激动，你绝对安全。深岛大学科学峰会即将召开，这次峰会涉及到我国碳纳米管技术，这项技术我国目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方从 H 国获得情报，相关数据已经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大家看，这个人2天前入境，根据面部数据对比，疑似我国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绰号屠夫，曾犯下很多要案，后来潜逃出国，据说在 H 国加入犯罪组织。这个人心狠手辣，很难对付。再有3天，深大科技峰会就要召开了，这个时间
屠夫出现身的一定是有所图谋。从现在开始取消所有休假，各小队提前布控深大科技峰会现场，抓捕屠夫。是。报告。进来。顾胜男前来报道。介绍一下，周龙海，刑警队副队长，峰会安保负责人。顾胜男刚从特警那边调过来，配合咱们行动。周队好，我听说过您很多故事。看什么看，胜男是个好苗子，在公安大学各项考核都是第一，从今天起他就是你徒弟，多带带他，听见没有？让志刚带吧，他细。啰嗦什么，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执行。握个手，认识一下。周队，我们合作过客运站的行动，我们配合得很好。客运站是你开的枪？是。谁让你开枪的？陈局有令，随机应变，必要时可以开枪。那有必要吗？我认为有必要。你认为？当时我背对着钱国强，那个孕妇撞在我的身上，他还夹在我和凶手之间。你那会儿开枪，但凡我反应慢一点，或者说那个凶手反应快一点，那孕妇就可能受到伤害，那就是一尸两命。不可能，我有把握。不可能？你凭什么这么判断？你有现场指挥权，还是说你是谈判专家，可以控制罪犯的犯罪心理？你觉得不可能？陈局，就这种无组织无纪律、自以为是还目无领导的警察，我是不敢带。你说的那些毛病你身上哪样没有？正因为他有这些毛病才交给你来打磨，讲什么条件，这是命令，必须执行。你也是，他怎么说就怎么做，听见没有？是，明白。周队，您可能对我还不够了解，我详细的介绍一下我自己。第一，我没让你说话的时候别说话啊。第二，我没让你行动的时候别行动。为什么？第三，别问为什么。第四到第九条，回头我发给你。你上二楼找一个叫王俊的人，问问他见没见过屠夫。他认识屠夫？八九年前他们在一个号子里待过三个月。好。周队，您不上去啊？我抽根烟。谁呀你？姑奶奶，哎呀呵，哎周队，周队，周队，哎我在这儿，快救命啊，周队，哎呀，呵，哎呀，别说你不记得这个人了，没忘，没忘，不过最近我可没见过他，哎呀呵，你给我想仔细了再说，哎呀，我的姑奶奶，真的最近没见过他。要有谁见过、听说过他，立刻通报。是是是是，哎呀哈！哎，我说周队，
以后你有事直接来找我不行吗？可别让这个魔那个。您是在故意考验我的吗？没兴趣，你师哥建议我给你个表演的机会。是你被周队甩了吧？找不着他，我守株待兔行了吧？周队他有本事别坐这车。师哥，我长这么大还真没有被人这么不待见过，我还就不信了。周队就那样，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你刚来不了解周队的脾气，你能跟着他，是你走运，能学到好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走运，我谢谢您了。给甜甜的，我好不容易才淘换来这么一点儿。我说你这偏方管用吗？到了现在，只要有人说能给甜甜治病，哪怕明知道对方是骗子，我也愿意相信。科技峰会马上就开了，有发现吗？目前来看一切正常。开车。主任，有黑客入侵。拿一次大命令，检查路轨表和端口情况。鼠标和键盘都失灵了，强制关机。
先进去。是。啊。凶手钱国强，红威咬也够了。跟秦世豪、杨洋去澳门玩，签了一大笔赌债还不上，金主变屌丝了，女的要甩了他，然后钱国强变赌了，认为输的钱都赖这女的，吵急眼了，跟董导捅了他。情况怎么样？黑客的访问非常有限，追查需要一段时间。主任，这个人是你们深大的老师啊？啊，钱老师，他三年前就离开了，好像去了药业公司。他叫钱国强。对。你们配合主任，我去医院给钱国强办转院手续。有了。谁呀、啊，姐姐？我又不认识你。这就让你认识我。
你不用紧张，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和钱国强的情况。我知道你受了惊吓，不过你放心，你现在很安全，没有任何人可以再伤到你。我们警方需要向你了解一下，你和钱国强到底什么关系？我不想提这个人。我能理解你，但只有你积极的配合我们，他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为什么要带你去澳门？到底发生了什么？钱国强会情绪失控的拿刀来捅你？一个年轻女子竟然会给一个已婚的男子做情人，也许是因为伟大的爱情。不过一般情况下，钱才是媒介，去澳门到赌场玩玩是人之常情。不过以钱国强的身家、工资水准、日常消费水平，他就算赌性再大再疯，也不可能一下子输掉三四百万呢。除非他身边一直有一个人在蛊惑他。你什么意思？你是故意带他去澳门的，你就是想让他输钱，所以他才把刀对准了你。不，不是这样的。钱国强死了。他死了？他被人杀死在医院里边，下一个可能就是你。他死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个月前，有人给了我20万，让我带钱国强去澳门玩，结果输了好几百万。后来有人给他打电话，说能帮他还钱，但是需要他帮一个忙。帮什么忙？这我不知道。钱国强想帮，但是没帮上，人家就生气了，说如果不帮就要弄死他。这些人你见过没有？从没见过，只通过电话。钱是放在约好的储物柜里的，我自己去拿的。之前为什么不说？我怕他们会杀了我吗？爸。对不起对不起啊，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是胡凯峰，是胡小宝的父亲。胡教授，您这位公子的教育问题可得好好重视啊。是我的失误。别让他知道，在网上不能随心所欲，一不留神可能触碰法律，甚至造成巨大的危害。是，比我大不了几岁。闭嘴。警官，你看我这平时工作也比较忙，这次我把他带回去以后一定严加看管，整天就知道玩电脑，眼睛都看瞎了。跟你爸回去吧。啊，给您添麻烦了啊。哎，麻烦您了。周队怎么样了？钱国强死了。什么？什么？动手的人就是屠夫，可惜让他跑了。我宣布钱国强案和深大科技峰会并案处理。明天峰会就要开幕了，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胡小宝不是那个黑客，也许找到那个真正的黑客，才能有答案。姐，哎，姐，才来啊？都等你多长时间了？等我干什么？他不让我进。这是你能随便进的地方吗？上学去。哎，姐，我 U 盘落里边了，交不了作业，老师不会饶过我的。见死不救是人民警察吗？我就知道，长得美的姐姐心地都很善良。
周队，没回家呀？找着线索了吗？昨晚入侵数据库的，除了这家伙，还有别人。那么巧，别人是谁啊？哎，我知道。你知道什么？别人？敢胡说，我饶不了你。真的，我昨天在网上看到那个别人了。哎，找我。你确定吗？你怎么那么爱用疑问句啊？昨天怎么不说？那你也没问呢。哎，我在二中读书啊，要是送感谢信的话，你给我送到高三二班。How's Kevin？你好，服务员。有什么发现吗，周队？跟深大科技峰会没什么直接关系。对垃圾有什么问题吗？垃圾是好东西，有时候会告诉你很多事儿。去监控室。所有进出801的人都把头像调回局里调查。是。再看看进出大门口的录像。停。这个人在801出现过。看车牌。我去查，你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角度。你怎么才来？研究碳纳米管的专家在里面，都在里面，正在做报告。小蒋他们在里面呢。陈局，咱们都在这儿，万一屠夫不来这儿怎么办？什么意思？今天早上我发现一点线索，他们关注的有可能不是碳纳米管。什么？现场有搏斗过的痕迹，资料柜也被翻动过，死者身上有被殴打的淤伤等，有待进一步调查。让你说着了，峰会没事，这儿出事了。我早上发现的线索和稀土有关，这又是稀土所，肯定不是巧合，恐怕这里才是屠夫的目标。陈局，周队。死者是深大稀土所的副教授陈征，在深大工作了13年，不过他和 H 国没有任何交集。他曾经在国际期刊发表过3篇论文，
都可以在公务平台查得到。继续跟进，排查陈征所有的收入关系。是。喂，周队，奔驰车主查到了。好。周队，怎么查到的？酒店附近监控是8:10，附近四个路口，从8:10到8:20，所有的交通监控一查就找到车牌了，30331。嗯，下次还可以更快点。也不夸我一下。什么？哦，没什么。车主张海伦，32岁。外籍华人，来深岛做生意已经有5年了，算得上是商界名流吧。坐。昨天开会啊，我那帮业务员把好茶都喝光了，也不知道二位喝得惯吗？谢谢。那我们就直入正题了。麻烦你看一下，这几个人你认不认识？不好意思，不认识。哦，张女士回国多久了？有5-6年了。那这辆车是你的吧？今天上午7点到9点，你在什么地方？那个时间我在高尔夫球场，车自然也停在那儿。这辆不是我的。30331不是你的？车牌号是我的，但是我的车被套牌了。对了，上个月我报了案，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感谢你的配合。你给我派2个人盯着张海伦。好。还没什么证据，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有问题。嗯，知道了。周队，30331被人套牌，上个月是报了案。套牌。周队，您还真怀疑呢？深岛凶杀案如果也是套牌，什么意思？遇害的陈教授如果是被错了，替死鬼！昨天你审的那个孩子，他爸叫什么来着？胡凯峰。给他打电话，马上。是。喂，姐姐，怎么想起来是我打电话？胡小宝，你爸电话多少？你要他电话干嘛呀？别废话，快把他电话给我。我把他直接给你。警察姐姐找你。哎，你好。喂，胡教授。你现在在哪儿？我刚刚接了小宝，他眼睛有点疼，我准备带他去做个检查。你今天不上班吗？本来应该是值班的，跟同事调了个班，因为小宝啊，他只有今天放学的。跟你换班的是陈教授。是啊。胡教授，你现在非常危险，立即把你的位置告诉我。我快到人民广场了。好，你听着，千万不要停车，直接把车开到公安局，我马上到。好，好。刚刚完成一种稀土元素的人工合成，这个项目一直是由北京的一家公司全力资助完成的。这项技术目前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所以一直处于保密的状态。但是 H 国的一家 GM 公司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到我，想买，但是不可能卖给他们。这项技术必须要留在国内，而且在明天之前一定要把样本送到北京的总部。可以确定胡教授和他的稀土样本才是屠夫的行动目标，对科技峰会下手只不过是个幌子。之前对钱国强设圈套威胁利用，但是并没有奏效，
所以现在是要对胡教授直接下手了。样本一旦送到北京总部，那就安全了。立刻增派人手，安排护送，一定要保证样本和胡教授的安全。屠夫绝不会善罢甘休。明白。目标已出发。动手。不要命了！我让你别追没听到吗？我对形势没有基本的判断，你在之前的部门也这么鲁莽吗？我不上，总有人要上。如果要上，轮得上你吗？既不服从命令，又自以为是。像你这样的兵，根本就不配在我队伍。趁早滚回去做内勤吧，我这不需要你。我觉得敢打敢冲，勇于牺牲奉献，至少不是错误。放屁！你知道中枪是什么样的感受吗？你知道人的血是喷出来而不是流出来的吗？你知道牺牲对于亲人和战友那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子弹误伤战友和群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一个警察面对穷凶极恶的罪犯和广大群众，如果没有12万分的谨慎，那他就不配穿上这身警服。不懂得面对恐惧的人，永远也学不会谨慎。我会强势局长，调你立刻专案组。
陈局，我实在没办法跟周队一起工作，您还是把我调回特警队吧。你先不要着急。你先看看这个。在你之前，龙海只带过一个徒弟，和你一样，也是位姑娘，叫董月。八年前，她牺牲了。那次行动，董月非常勇敢。那以后，龙海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他觉得那是他的责任，没有保护好董月。所以你想啊，陈局，您别说了，我都明白。今天你差点出事儿。我没事儿。那你这要调走的话，我收回。进。陈局，你怎么在这儿？不让你进内勤吗？我先别说他，有什么新发现？陈局，我怀疑张海伦和这起案件有关系，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如果有线索，我立即汇报。好，继续跟进。你负责保护胡教授的儿子，一步不离。是。不是姐姐，你要跟我到什么时候啊？任务，没必要跟你解释。姐姐，要不咱俩练练？算了，虐你找快感这种事儿，我会觉得很 low。别那么傲慢好吗？有本事咱网上见，我让你见识见识本大神的手段。再厉害，那也是虚拟世界，很了不起吗？哎，你敢藐视本大神？还行，算了，我不跟你计较。哎，姐，你说我考你们公安大学怎么样？公安队伍是不是也缺我这种黑客人才？喂，师哥。正南，你那边怎么样？嗨，除了没完没了的被一个小屁孩挑衅，别的还好。甜甜怎么样了？她睡着了，有一点好转。哦，行，我这没事儿，你别担心。好好照顾他。嗯，好的。干公安不光要有专业技能，还要有面对罪恶不惧危险的勇气。你啊，算了。去哪儿？尿尿你也跟着啊？烦！别耍什么花招啊！
白了，姐姐。走。哎，小宝。我说你听，不要出声。你儿子在我手上。爸，爸。要想见到你儿子，就照我说的做。我也管不了你。好，你说。啊，你还有其他事吗？要是没有的话，我就挂了。两个大活人都看不住，都给我听好了，两个人要找不回来，你们都不要回来。行了，该忙什么忙什么吧。我最后再说一遍，你别再参加这次行动了。周队，盛大爷不是故意的。不用你替我说话，我的错我都认，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如果这是战场上，你觉得会有人再给你一次机会吗？我能找到胡小宝。你怎么找？你以为他身上装了 GPS？ 反正我就是能找到。出去。我说到做到，找不到胡小宝，我自己离开警队。盛楠，周队，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他有时候是有点孩子气，但是行了行了行了，胡小宝先丢，胡教授又丢。我现在担心的是，屠夫拿着胡小宝要挟胡教授。要是胡教授落到屠夫手里边，那我们就太被动了。是啊，如果我是屠夫，绑架了小宝，会让胡教授拿什么来换呢？娘的！胡教授，按计划行事，注意安全。上古天轮，请给我燃票。
屠夫去哪儿了 ？The embassy, the embassy。你们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大使馆不会庇护你的，你必须老实交代。I request to contact the embassy。抱歉，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不享有外交特权犯罪嫌疑人在被询问前或询问时，有要求联系其所在国驻我国使领馆的权利。胡教授，现在你绝对安全。请你一定要放心。小宝呢？我不放心的是他。胡小宝，我们正在全力寻找，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相信？这……胡教授，样本被对方拿走了，我想他应该和小宝在一起。装样本的箱子是有密码的，如果强行开启，那就会触发自毁装置。密码如果被破解呢？加密的方式是很复杂的。但是如果被破解，样本落到他们手里，钱的损失倒是次要的。往大了说，对我国的战略资源配置，那都是有重大影响。进。陈局，怎么样？嘴被缝上了。这件事我来处理。龙海，尽快带人行动，务必抓回屠夫。是。跑哪去了？我真的不适合做刑警吗？别多想，谁还没犯过错误呀？怎么才能救回胡小宝呢？我跟你说啊，屠夫想要的是胡教授，小宝并不是他的目标，所以说应该没事的。屠夫想要胡教授。对呀，停，你可别瞎想啊。喂，志哥。胡教授，你我儿子没事吧？干嘛用这种语气呢？教授，我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家的人，我不想为难你。密码给我，我立刻把你儿子放了。
小姑呢？在里面。好，你们先走。好，走。周队他怎么样？他身体状况挺好的，没什么大碍，他需要好好休息。谢谢大干嘛做贼呀？轻手轻脚干什么？有话说。谢谢周队。以后这种没用的话别说。我是真心谢谢您，周队。之前对您有很多的误解，态度上也欠妥，您别往心里去啊。记住约法九章就行啊。您别生气啊。我知道董月的事儿了。查领导合适吗？真的对不起周队。知道了这件事儿了之后，我才明白您开始为什么不愿意带我，为什么对我格外的严格。您是想保护我，不想让我出事儿。他要是没出事儿，现在应该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会很幸福。干我们这个职业，不是玩命，不能冲动。只有先保证自己安全，才能去伸张正义，保护其他人的安全，对不对？其实你的条件不比董月差，肯定能成为一个好刑警。我希望你为了自己，为了亲人，也要保护好自己。是，我记住了。周队，那件事情过去那么久了，你也应该……第一条，我没让你说话的时候别说话。明白。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点有用的。我这次擅自行动，您为什么没有批评我？我批评你有用吗？我保证虚心接受。你还知道自己是擅自行动，甚至还裹挟了贾志刚。其实你的计划虽然莽撞又冒险，但是在无法打开局面的情况下，也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不过你的方案涉及了平民参与，那就必须要精心制定作战计划，现场千变万化，
是济南控制的。如果你提前报告，我们周密部署警力，那屠夫被当场留下的可能性都是有的，我也未必会受伤。真的对不起，周队，我知道错了，您还是批评我吧。好在志刚给我打了汇报，不然还不知道出多大的事情了。其实也怪我，之前对你太恶劣了，你肯定认为就算你说我也不会听，对不对？你现在啊，再去查一下那个女老板张海伦，将功补过。她的车牌不是没有问题吗？我在酒店还有她的办公室都见到过螺旋形的橘子皮，你要知道有这种特殊习惯的人是非常罕见的。我怀疑她的车被套牌是故意的，所以派人跟了她。有什么线索？没有任何问题，正因为如此反而更可疑。她这个人啊，很谨慎，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有两次甩掉了我们的暗哨。普通的女老板哪有这本事？明白。抱歉，我们张总正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您不能进去。您真的不能进去。您发过去。张总拦不住他，非要进来。张女士您好，你的秘书非说你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我刚才是在开一个小型的电话会议。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没关系。顾警官，您这次来。我来是有两个问题想问你。前天也就是周二晚上7点到9点之间你在哪儿？前天晚上我在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吃饭，就在附近的环亚会所。怎么了？哦，没什么。那辆被套牌的车似乎又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我的车一直停在地下车库，没有动过。那就好，我会去查监控的。顾警官，劳烦您务必要帮我查清那个套我车牌的人。放心，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谢谢配合，再见。慢走不送。他们已经察觉我了。你那儿还安全吗？什么？你这是坐地起价，我们谈好的价钱。好好好，我给你。知道，今天就转。谢谢你们啊，这么快就查到了张海伦的秘密账户，太给力了。张海伦在 H 国的秘密账户已经被我们监控了，这是他最近6个月的资金往来。经过我们的调查，对方账户与 H 国的一家科技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胡教授说的 GM 集团。对了，张海伦的账户今天有动静吗？刚刚转出50万欧元，而且10天前已经向同一个账户转出过50万欧元。经过调查，张海伦在 H 国的秘密账户与 H 国的一家科技集团有着密切的资金往来，就是曾多次向胡教授提出购买意向的 GM 集团。 GM 集团给了张海伦大量的资金，他在雇佣屠夫团伙抢夺胡教授的稀土样本，张海伦就是屠夫背后的老板。好，盛南汇报得很清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准备抓捕屠夫背后真正的操控者张海伦，将他们一网打尽。是。
嘴很硬，什么都不说，只提出要见胡教授，才把样本的位置说出来。见胡教授，他肯定有问题。周队，我觉得屠夫被捕是故意的。为什么？您和他交过两次手，我也和他打过一次，他是死不要命的那种人，怎么可能束手就擒？我分析，屠夫想见胡教授，一定是为了密码。他们不可能破解出密码。也许他见胡教授，就是为了套出密码，然后再想办法通知张海伦。胡教授不会说出密码的。我看屠夫可能会硬干，他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劫走胡教授。我们现在不仅要拿回吸毒样本，还要抓住张海伦。能带我们找到张海伦的就是屠夫了。对，让屠夫给我们带路。欲擒故纵，通过他一定能找到样本，抓住张海伦。教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我不会告诉你的。北京的公司给你多少钱？我做研究不是为了钱。哦，是吗？你老婆是怎么死的？你什么意思？3年前你老婆病了，要换肾，你没有钱才签了北京公司的合同，要了个高价，你敢说你不是为了钱？不要提我老婆，你不配。结果他没有等到就死了，是你害死的。你胡说。你知道你老婆是怎么得病的吗？是北京公司的人干的，他们就是用这个来威胁你签合同。你这个混蛋，你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住手。知道真相很难过吧？你应该感谢我。你混蛋！胡教授，你给我老实点。定位跟踪已启动。目标即将离开。营救屠夫，挟持胡教授分头行动。开，快点！打开。啊，姐姐。
我。师哥，师哥，师哥，帮我得别的。你自己的妹妹，你自己照顾。大师。绝情了，这是命令。
师傅，给你发微信怎么不回啊？想事儿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小宝他特别崇拜你，让我替他给你要个签名。约法九章。第一，你没让我说话的时候别说话；第二，你没让我行动的时候别行动。行行行。干什么呀？哎，自己签的字儿不能不认了。你这骗人不算啊！哎，认不认字？喂，啊，大夫，行，我知道了。医院的电话，是这钢坛。师兄，他怎么样了？他醒了。真的？走，赶紧去医院。走。